美综合报道，一时网高云翔上，月底涉嫌性侵华裔女编导被捕，原定星期五日开庭。公诉方收到新申请文件，法官需花时间查看，故将开庭日延至4月10日。高云翔仍穿囚服现身，还以监视器送妻子董璇飞吻。高云翔身穿绿色囚服，透过视讯方式出庭，他神态自然，头发整齐，手上拿住一本英文书及红杯子。入座后，先向镜头挥挥手，并说了爱你，即送飞吻，被解读是向妻子董璇示爱打气。随后才开始和法庭上的翻译进行对话。董璇一身黑，在保镖陪同下旁听，表情十分严肃。澳洲媒体爆料，指性侵案已改为袭击。董璇一身黑出庭旁听，翻涉自微博高云翔涉性侵一案，5日于澳洲法院审理。翻涉自微博高云翔又涉性侵被捕，老婆董璇左力挺。翻涉自微博